对交关上海人来讲，一天的开始是从吃早点心开始。而提起上海的传统早点心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四大金刚。记得小辰光，差不多每条马路高头侪有一只卖四大金刚的摊头。按辈分，大饼是四大金刚的老大。大饼又分两种，长的是咸大饼，圆的是甜大饼。小辰光吃甜大饼特别要当心，一不小心就被包了里向滚滚烫的糖面烫伤了嘴巴。油条是大饼的老搭档，也可以单吃，裹了大饼吃，冲了咸浆里吃，包了粗饭团里吃，或者用最上海的老办法，带回去切成一段段，再酱油裹泡饭吃。粗饭是江南地区稻米文化的代表，油煮的粗饭糕要吃边浪向炸了老眼透眼的，蒸出来的粗饭团要吃米硬眼，油条适中眼。白糖加了多眼，手朗向捏起来紧眼的。搿几样物事，再加上豆腐花和豆腐浆，永远是早点心摊头高头的主角。上海人吃多少辰光也勿会吃厌脱的。但是勿晓得从啥辰光开始，四大金刚摊头越来越难寻了。难道搿眼摊头跟了石库门房子一道消失了吗？为了看看叫四大金刚到底发生了眼啥变化，我联系到了美食作家。梅西国子有的一只习惯，每天吃了啥、烧了啥，侪会得写下来，发了网络高头。搿眼文章已经出了五本书了。辣海伊最新出版的《寻味记》搿本书里，就拿包括大饼、油条辣海里向的上海各种点心，统统忙碌了一遍。谢谢。搿种啥问问看，就到底四大金刚是指啥里四样物事？我记得我小辰光讲四大金刚是大饼、油条、粗饭糕，豆腐浆。粗饭糕就讲粗饭勿是？粗饭勿是，是讲金刚叫粗饭，粗饭，但粗饭指的是粗饭糕，而勿是粗饭团。哦，为啥呢？便宜呀。啊，搿勿是应该差勿多搿地方？粗饭团要比粗饭糕贵交关了。是伐？要加根油条，要加糖，要最。简单化的就已经要三样物事了。但是我记得就跟阿拉外婆小辰光，伊跟我讲，就是四大金刚是大饼、油条、老虎节烧馒头，而且有的是像顺口溜一样的搿种。老虎节烧放馒头。啊，对个、啊。而且我记得我好像吃过个老虎节烧里向还有个豆沙的。侬吃过伐？我没吃过，我至少没吃过有豆沙的老虎节烧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不记得老虎节烧是老普遍的样么子。那么搿番子伐？侬去寻四大金刚，我去寻老虎节烧。没有呀。好吧，搿阿拉就分头搿番。好。哎，先吃豆浆。好。就搿番子，如果梅西国子准备分头去寻四大金刚，我去寻小辰光好像吃过一趟的老虎节烧。伊去寻上海滩最值得推荐的大饼、油条、粗饭和豆腐浆。阿拉也想看看，搿眼上海的传统早点心，到了今朝搿个时代，到底发生了一眼啥变化？我是70年代生的，我小辰光呢，四大金刚并没吃过多少，我吃的更加多的是糖胶帮糖糕。那么现在搿趟呢，要去寻四大金刚，我想起来我有一个老要好的朋友，伊辣2008年拍过一组老城乡的照片，里向也有交关四大金刚的摊头，我准备跟牢伊再去寻寻。老师是50后，伊生了龙塘里，长了龙塘里，到现在还住了龙塘。5年前，伊有了一个想法，用照相机来拍上海最后的100条龙塘，也就是了迭个辰光，伊辣以前南市区搿块地方拍到了几个四大金刚的摊头，也就是今朝阿拉要去的地方。要不是今朝陆老师带我来，我根本不会想着，辣市中心还能有搿能介样子一个地方。听到背景里的上海的叫卖声，搿完完全全就是我小辰光的上海嘛。爱上去个来东西嘛哇，爱上挖个墙壁套啊去哇。我个中发正发秀啊。挖个小子铺啊！桂花插了它，把它埋里心中。
搿搭个四大金刚摊头是啥样子的呢？我倒蛮想看看瞧。我问没想到，喏，哦，得了得了。现在发了没？嗯嗯，在马路了。吃饭队还有。嗯，吃饭，我就吃饭糕，还有一个枪饼，枪饼。哦，那边都有。哦，蛋糕还是那边的。但是呢，落了几条。有没打这个？猪油条。有没打这个？有蛋糕。蛋糕、糖胶，这个在现在新疆人高头吃。搿就是我小辰光顶欢喜吃的蛋糕啊。多少年没看到了，居然登了搿搭拨我寻着了。陆老师今朝带我去寻的迭个几只四大金刚摊头，勿但有其他地方已经老早就寻勿着个赵金星，而且只只摊头之间没隔几步路。我有交关住了徐汇区、卢湾区的朋友侪讲，经常要跑几站路也寻勿着一只摊头。难道四大金刚摊头现在是真的介难寻吗？走了老半天，终于寻着一只好坐下来讲讲吃吃的摊头，正好问问陆老师，伊小辰光是哪能买的，哪能吃？好，两位姜，你哪能？好了，嗯，帮侬蛮正宗味道，正宗味道是哪能？哪能标准叫正宗呢？其实老家的么子，不把这些就做菜。做菜，我讲个花米，那花米，花米，油条，晒油条，油条，搁点眼辣油，加眼辣油，然后还加眼那个酱油，酱油，老早子标准吃法，大饼油条、豆腐浆或者豆腐花吃饭，是大多数上海人到摊头浪向去是哪能噶吃的？一副大饼油条，讲是一副一副的，一副，一副你是一只大饼一副油条，那么大概啥价钿呢？大饼是三分，油条是四分。一直没涨过价，基本没涨过价。搿一直要到啥辰光呢？我因为记得是七十年代三分四分。没给他改过。没给他改开放以后。没粮票去脱了。粮票去脱了。搿迭个辰光还要粮票的。搿辰光要粮票的。迭个辰光，上海有一个全国特色半粮粮票，变成上海人精明小气的特征。但是实际浪向，对胃口小的人来讲，半粮粮票正好买一根油条或者一碗豆腐浆，实惠得不得了。辣大部分精打细算过日脚的上海人，辣弄堂里拿隔夜饭泡一泡当早饭吃的辰光，吃得起早点心已经算条件好的了。订早的辰光，一副大饼油条是两只大饼一根油条，因为三分三分四分加起来正正好好是一副。后来大概是因为这个量实在太大，一副的讲法就变成一只大饼配一根油。老早子哪能包啊，老老师？老早子一张袋子，搿张袋子，搿张袋子对，搿张袋子，哎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哎，大饼再袋子，再搿样子，哎，哦，大饼把它翻出来，哦，芝麻包里向，哎，对个，芝麻包里向搿样子，哎，搿样子，对。袋子阿拉老上海，老上海是吧？哎，对。说明伊拉不喝了。伊拉不吃呀。小辰光我吃也吃过，但是已经不记得了。交关年数没拿夹起来了。那我放了底下，应该放了。芝麻因为高头菜的一凹要散开来的。我刚看到，伊下头有那个竹签子，看到吧？对个。那个就是老早子上海买油条上趟弄提起过的，带根筷子。筷子哎，因为带回去油条。还是啥？完完整整的。交关用塑料袋的，你要油条一只凉。对。要么烫破的。哎。炸了像水分出来呢，要么软脱。哎，搿办法倒蛮好。真的蛮好。但是勿大可惜，搿倒蛮好。老早因为工作压力小，反正辰光多嘛，早点心买好子带回屋里去吃，用筷子搓一搓，就更加便当。但是今朝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不晓得从啥辰光开始。上海的一条条老弄堂侪没了，搿点帮石库门房子一道消失的老早独独悠悠的生活方式，现在也没了。买油条用筷子搓，泡豆腐浆自家打好，搿种生活大概只有老城乡才有。现在早点心摊头的节奏帮迭个城市一样要用快速来移动，是不是跟不上节奏就会被淘汰呢？